贵州村超你去吧。村超，我还得搁这蹲个几天，春也差不多能赶上村超的闭幕式吧。我也想去贵州去吃 dragon。 dragon 凉拌 dragon 还有牛瘪汤，那感觉你都不要问了，忒好吃了。知道他们踢球为什么那么厉害吧？不知道。因为吃了这一根，踢球连肋根子都踢骨折，还有牛瘪汤，喝完很牛逼，能连足球都踢瘪。村超足球高手太多了，梅西都去中国了，村超也邀请了，昨天还直播了一回。昨天我看直播了，他的中文发的一般话，段武安康连他难挽回了。你说梅西会不会争取贵州村超？梅西争取村超的话，怎么呢？他去你去吧，我怕墙头出也立马去。你说的是真的吧？真的，没喊人解释。开幕式没捞着去，我去主持闭幕式。发的心痒痒，现在都想去了。要不然咱两人现在爬墙头出去。卑鄙的，你要敢爬我也敢爬。贵州村超放马的去。去了人三年，不去毁一生。走。